好，这边呢，现在就魔术棒。好，那这边不要啊，所以就 Alt 键。你像这个好像要怎么点呢？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取消选取好了，这个连续的要开啊。好，这样就方便多了。OK，然后取消这个选取范围要颠倒，点两下变图层。然后再加这色片，再移动过去。然后这边就 Ctrl T。再来是这个。魔术棒，哦，这个好像比较难呢，因为这个都是白色的哦。这个选取的范围32改成，哦，还是选得到，也不错。Shift 按着不放，OK，然后再选择范围颠倒，先给它遮色片好了，然后再 Ctrl I，OK。拉过去，好，一样魔术棒，转图层，遮色片，Ctrl I 相反遮色片，这个拉过来，再 Ctrl T，好，这边呢，现在因为这个色调，其实基本上应该都要做一个统一哦，就是让它稍微不要那么饱和，所以 Control U 哦，去调一下它的 Saturation，Control U，色彩饱和度降一下，Control U，色彩饱和度降一下，OK。现在还有什么可以放啊？这个，好，不放了，就这样子啊，懒得放了，OK。所以我觉得其实上面那个我就懒得做了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就差不多半斤八两了。上面这个看你要不要做了，你可以你要做可以不做可以啊，我觉得这个就很简单，就是简单的合成嘛。所以这边这个部分比较重要，好，所以大家做完可能像这样吧。甚至我觉得，是不是干脆就让它全部都没有饱和度啊？Ctrl Shift U，这样比较快，完全没有饱和度啊。Ctrl Shift U，Ctrl Shift U，Ctrl Shift U，OK。甚至它的身体 Ctrl Shift U 呢，好像不太对啊。Ctrl Z，算了，就先这样吧。OK。好，所以大概可能今天做到最后，你就是存一个测试裁切工具哦，哎，像这样子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OK，你就自己找个什么人啊，什么东西的。那这个的话，就10点之前交吧。哦，反正我们大家9点就下课了哈，一样存一个 JPG 档，哦，或者是一个JPG 档跟 PSD 档哦。好，就这样子啊。